到底是什么身法，能让设计师都坐不住了？就在最近，一款抑制休闲类小游戏竟被网友玩出火影的感觉。过河大师本是一款用笔画出小羊安全过河路线的游戏，看似非常简单，但奈何狼的速度实在太快，导致很多玩家前几关就被劝退。不管你从哪里走，你都会被狼轻易抓到。羊跑得越远，狼就追得越快。 就当普通玩家还在一筹莫展时，一个名叫小云云玩游戏玩家的出现，彻底改变了眼前的局面。只见他疯狂后吐整片河道，来让小羊的速度无限叠高。结果就出现了下面的一幕：可能狼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竟然追不上一只小羊。然而，这还并不能证明羊村的实力。只见博主小手一挥，便让小羊学会了身法跳。 好家伙，这哪是什么狼追羊游戏？这明明是羊哥戏耍两头傻狼。